要自己写，要自己反正呢，自己写自己写的那些音符和写，对，如果你以前拿过吉他，很努力的弹过 C M I D 麦基泽，然后去抱怨手会痛，然后去很怨恨那边 T 一二一三一而已，也许，那是不是个榜样？好，我们要准备做 ending 了，那个，要 ending 之前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不要让学生玩太久。这样，remember when I moved
Thank you.